妈呀，二姐夫又让二姐给削了。你二姐夫咋那么亲近呢，老削你呢？去你的！哇，这回不是你二姐，谁呀？二号楼门前，不知道谁给我削了。妈呀，乔经理啊，我也在二号楼门前让削了。哎呦，胆儿太大了。哎呦，这家伙，你俩都在二号楼被人削的啊？你这事儿得管呢、啊。这人挺厉害呀。啊，这一削削俩呀，这是、啊？这什么情况？跟我说一下。就在刚才二号楼门口、啊、我去取车，我在看车，我刚要拉车门我就窜出来了，我砰一电炮，我没抓住他，他抓住上了，追上了。二姐夫你下手太狠了。好你个小鱼，你敢打我啊，你感觉全是星啊。哎呦你可太狠了。你行，我明白了，刚才你俩在二号楼互殴来着，是不是？我没想到他能干出这种事来。赵经理啊，你听我说啊，他把我打了啊！你把人打了？你胡说！我是业主，他是保安。我告诉你啊，啊你们都是物业啊啊！我可是业主，他敢打我，你可不能向着他。他打你了吗？当然打我了。我小鱼啊，这我得说你啊，这你不对啊。咱们是保安，对不对？咱们是物业，咱们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咱们不能跟业主动手，业主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明白不？听见没有？我大姐夫说了，我是业主，我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，就是你们物业的爹。对，你们物业怎么能打爹？对，你怎么能打爹呢？什么爹呀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说话呢？你看看，你管不管？我跟你说，张经理，我冤枉，啊、我跟你说。他打我，别可喷人，你还要打、啊，你还要打我？告诉你，你要不打我，我能打你啊？谁要打你啊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自己撞树上了。哎呦，街坊邻居，你们信吗？我这么大俩眼睛啊，我撞树上，我瞄得这么准呢？我你瞄得太准了，小区刚摘的树，我就这么粗，你叭就给撞折了。你太狠了啊！我跟你说。你先别说别的，赵经理，我告诉你、哎、啊，这个树属于我们小区的公共财物啊，他得赔。顺风啊，你把我们刚栽的树给撞折了。对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你得赔，你必须得赔。你赔给我，问问多少钱，你掏钱，我给你开发票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撞树了啊，那也是你们的责任。怎么是我们责任呢？你们采购树的时候，你质量不合格啊。怎么质量不合格、啊？要是合格的树，结实的树，我能撞折吗？你要是种上的时候，你套个钢管，我能撞折吗？套钢管，你脑袋就折了。我不管啊，二姐夫啊，你放心，这事就赔吧。你放心，必须赔、啊。这你放心吧。啊，行啊，行，行，小鱼啊，赔。既然我大姐夫说了啊，我赔。行，不就一棵树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有钱。啊，哎呀，不就是赔树吗？赔，我赔。行，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没事，走。再见。真行，你怎么把我们刚种的树就给撞折了呢？你还怪我？你这物业没事种些个破树干什么玩意儿了？什么种些个破树啊？我们这是绿化小区，你绿化小区你种点仙人球多好啊！种了仙人球你就成漏勺了。哎呀，赵经理啊，我漏了，怎么了？我好像挨揍了。哎，他打我了。哎。哎，你这个保安，你有完没完了？这你要打我？谁要打你呀、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撞树上的！哎呦，我这么大俩眼睛，谁信呢？我瞄得这么准呢、啊？你瞄得太准了！哎呀，小区刚栽树就这么粗，你叭就给撞折了。我撞折了，我撞折了，我赔呀、啊！赔完了？我赔完了呀！是啊，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，没事，走。我都不对不对，啊，他给我打懵了，打懵了。没事，有我的。我跟你说，他是在哪停的车呀？他把车停在小区地面上了。哎呦，等会儿，陈师傅，哎，我不停地面上，我停天上啊，我在天上停着那是飞机，飞机也停不了，他也得停地上啊。你见过飞机吗你？陈师傅，你怎么又在地面上停车呀？那我停哪儿、啊？咱们小区三令五申，一定要停到地下停车场。停地下停车场不得花钱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啊，以前的事儿啊，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。大前天，二姐夫，你把车停在了三号楼门口，让我们队长知道了，这家给我凶的，把我凶的跟肚子似的，我搁那包啊！哎呦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把车停在三号楼门口？我左等右等，我左等右等，突然尿急，我上厕所。可是我三分钟就回来了，哦，车开走了，气人不？三分钟就开走了，那这都不。
啊，前天他又把车停在五号楼门口，我就给我死等，我必须要等，我看是谁。尿急啊，又上厕所了啊，这回我两分钟回来的，车又开没了。不是二姐夫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咋把我上厕所的时间掌握得那么准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天天拿个望远镜在家里边瞧，明白不？他拿望远镜不瞧别的，他就瞧你什么时候上厕所，瞧流氓。我告诉你，小鱼，你这个车，我不就是乱停个车吗？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了你啊？我不盯着你能行吗？赵经理，我跟你讲啊，再不盯着我，这些奖金全扣没了啊！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不仅给我赔礼道歉，你还得跟我们班长解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告诉我们班长，不是我能力不行，是你这个业主太狡猾。说你呀，小鱼啊，这样啊。这个事儿我有责任啊，他是我的亲戚哈。这么着吧，回头我跟你们班长说，奖金的事儿你放心啊，从我这儿扣，好吧，跟你没关系，好吧。赵经理，你就同样是做姐夫的啊，差距太大，你就是个树啊，他就是个葱，我告诉你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咋的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看在扣你奖金的份上啊，我乱停车我不对，我给你赔礼道歉啊。现在奖金不用扣你的，扣我大姐夫的，行不行？行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。走，再见。你说钱少春啊，不是我说你，我怎么了？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说你弄这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把人家打了。人家没跟你提就不错了。哎呦，他个傻子！哎呀，我打他这事他早就忘了。赵经理啊，不对呀、啊，怎么的？我好像挨揍了呀。哎，这个傻子又想起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好好想一想。他打我了。你是不是没完了？谁没完了？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啊！啊，是你要打的我。谁要打你啊？我这儿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撞树上的。哎呦，我瞄的这么准呢、啊？你瞄的太准了！刚在这树这么准，叭就给撞折了。我赔钱了呀！赔完了。对呀。啊，还有事儿吗？你在小区上地面停车呀？我乱停车，我给你赔礼道歉了呀？对呀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。走，再见。不对呀。你要打的我，你先打的我，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撞树上，等会儿。你俩这智商都有点问题、啊。没问题，他打我呢。你打我，不是，都别再说了，都别再说了。这么着，你们俩到底谁打了谁？他打了我。这么着，咱们来一个情景投放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来来来，过来，这儿啊，这就是三号楼，好吧？这是那汽车。好不好？你们俩来演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敢演吗你？我当然敢演，一五一十的演。好，快点来吧，赶快来，来来开始啊，开始。好好。就在刚才，二号楼门口，我去取车去。我在看车呢。我刚要拉车门，叭我就窜出来了，尴尬。你看这角度完全一样吗？是吧？正好糊在左眼上，上来就一碰。对，你打的。不对，你小子是不是落环节了？我落环节，你撞树上那番啊？你跟这树没关系，你肯定落环节了。我没落呀、啊，落环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敢不敢？敢，抓紧，一五一十的来啊！来，妈再来一遍啊！这回不许落啊！来，开始。就在刚才，二号楼门口，我去取车，我在看车，我刚要拉车门，叭我就窜出来了。干了，你，这没错。再次证明是你打的，你拉环节了，我没拉，你拉环节了，没拉，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，咱就从这儿来啊，行，从我穿，从拉车门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慢动作，慢，大姐夫你看好了，我看好，慢动作来，慢来，好来，我刚要拉车门，我就穿出来了，停。你这是要干啥玩意儿？你这是要干啥玩意儿？大姐夫啊，你看看，他就是要打我呀！谁要打你？我这是要打你啊！你这是要干啥呀？我这是要给你敬个礼。人家是给你敬礼，
你这是要给我敬礼啊？你这敬礼是谁教的你啊？我。你啊？怎么的？我不信。怎么不信呢？你怎么会这样敬礼呢？我们都这么敬啊，多标准啊！这多标准呢、啊！来，小鱼来一个，都有了，立正，敬礼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街坊邻居们，这太像达人了呀。是吗？那行啊，我明白了，不是小鱼、嗯、啊，我真以为你要打我呢，我才给你这个电报，完全是一场误会。哎呦我的、嗯、你说你也是、嗯、我就停个车嘛，你就你通知大姐夫告诉我不完了吗？你老盯着干什么玩意儿，站那啥也不干呢你啊。不是二姐夫赵经理啊，我不盯着能行吗？怎么的了、啊、那车一共四扇车窗户啊，他三扇没关呢，电脑包就在里面，我不看着能行吗？丢了咋整？哎呀你看看、啊、你看看人家小雨啊，现在也没关吗？这厂的呢？你干啥来了？你不给我看着呀？没事，队长看着呢。顺风啊，人家可全是为了你呀、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看人家这事真是怨我，人家是个好小伙子，是个好保安。你好好谢人家吧。是，我正式的向你道歉。你呀、啊，我习惯了呀。你快走吧你呀、啊！你交给我了。哎呦，我去关车门去。我说小鱼啊，小鱼啊，没事吧？有事儿啊？不是，张经理，哎，商量一下，咱那个敬礼动作能不能改一改？要改改敬礼动作是吧？对，那意思怎么改呢？敬礼。哟，我咋的了？哎，谁在物业门口又堵了个路啊？